加分什么？我要现代舞版，一定加分啊！不能太过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你要一样的歌，然后跳现代舞版。现代舞版，可以啊，这样讲啊。二姐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呢，她的专长呢是现代舞。哦，真的。她突然呢会出其不意来一个这样子之类的这种，会让大家吓一跳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现代舞叫拖鞋的。现代舞版的哦。我这一定要看前面的，超嗨的这个人。好，老师，老师应该要放了。宋心妮好厉害，哎、欸，你的脚抓地板抓得很大力耶，你看这个男生都抠的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有抓到诀窍，真的，现在我就是脚趾头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你每次来讲那些，我们都要很多都要剪掉，哎、欸，你有变高了、欸、啊？你有怪癖是？你在参加高跟鞋、欸、你？你在干嘛啦？有没有臭臭的？变态！你刚刚把鞋穿好吧你？那 OK 哈 ，OK，OK，OK。你真的厉害厉害。有啦有啦，加到分了，大家都这样子用这招来加分。二姐 OK 吗？光是那个劈腿就可以加分。对，你真的会跳舞哎，舞蹈。